人家乡公所受理进法补偿，近期在各部落展开。由于今年补偿金额调高到美甲第3万元，吸引了不少族人前往申请。其中不乏有许多较年长的族人，就怕不了解申请手续，还协同家人一起前来办理，希望让闲置不用的土地能够通过申请。人家乡公所他们有公告说可以来申请补助，所以我们就带老人家来申请补助，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工作了啊，都在家里都是老人家。因为很多的原住民保留地呢，他都是在高山上的一些坡地哈，那基本上在没有有效的管理之下，在早期呢都是乱垦乱伐的状况这样子哈，那现在呢？ 就因为有这个补助，然后这样可以去杜绝这些事情发生了。由于过去被划为林业用地的原保地被限制开发，不少族人觉得损失，再加上政府管理的诱因不大，以至于还是有不少族人开垦利用，出法的状况也时有所闻。如今政府提高进法补偿的诱因，族人配合造林的意愿也提高。很多原住民部落为什么早期啊，为什么林地就不能让开垦呢？ 当然，现在的观念当然会一次一次的更新不一样啊！今年就增加1万，一甲地就3万块。既然有这个德政，当然村民有意愿哈。因为我们的山势都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砍呐，我们就是为了预防那个土石流啊，对不对？水土保持啊。 提高进法补偿金额，有族人表示赞同，不仅对族人在自有地利用的损失降低，同时也能做好山林保育，减少灾害发生。记者 南投仁爱采访报道。